深圳方的消息关心的是，伊无当日参选到嘉义市长的小叔弟，21号暗时在江平公园举办造势活动，宣布竞选团队的青年军正式成军，并由小叔弟亲自授旗。小叔弟竞选团队青年军正伫江平公园造势活动当中正式成立，由无当日市长参选人小叔弟亲自授旗，勉励青年军成员把握机会，学习民主正义的意义。无当一市长参选人小小的表示，未来顺利当选市长，市府的政策将会继续听少年人的声音，并来预算鼓励少年人参与社团活动，甲该县市内大专院校建立合作平台，让留在嘉义的少年人有多元发展的机会。时代在考验着青年，青年在创造时代。今天正式的授旗，象征着薪火相传，象征着世代交替，象征着城市新活力，象征着嘉义人、年轻人想要留在嘉义，对不对？无当一市长参选人小小的伫手机顶的后宣告，伫当选之后将成立青年暨工商发展处，专门辅导青年就业、创业、社团事务，提供少年人相关奖励补助，强力招商，增加工作机会，甲鼓励少年人自行创业。一方面帮少年人找好头家，另一方面鼓励少年人勇敢创业追梦，由政府做少年人的靠山。新闻台民间的采访。报道。